OK， 现在我们再看例子四十。第一组 ，x 加二 y 等于三。y 等于零 ，x 就等于三 ，x 等于一 ，y 就等于一，所以 x 一 ，y 一。y 零 x 等于三。这是第一组，实现。带零零进去看，零零进第一组看，零加零大过等于三不合理，所以这个范围是我有的。第二组。第二组 2x 减 y 等于一 x 等于零 x 等于零 y 就等于负一 y 等于零 x 等于二分之一，画了点出来x 等于零 ，y 等于负一。x 等于二分之一 ，y 等于零。这个是虚线。带零进去，零减零小过于合理，所以这个部分是我有。所以最终的答案是哪一个？最终的答案，这边虚线，这边实线，虚线在这里，这个范围。这是我要的答案。